就可以让你在家躺着转呐、啊，躺着转，哦，不是那个躺着转，难道是拍人？不是，转转转，五万遍、八万遍、十万遍、十五万，爽，开人王哎、欸。抱歉的钱钱，我真的需要这个酷东西。超强理财新法大公开。说到理财呢，其实只有存钱不够哦。网络上有分享过非常多的存钱法，到底怎么样才是真的让你躺着赚呢？今天我们两个也有分享一些我们厉害的理财方式，推荐给大家哟。应该是我而已吧，你是贵妇吗？你这推销确定有在理财耶？我知道目前现在大家看我可能觉得说怎么有点没说服力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大学的时候可是真的是省钱代表啊！我的理财方法就是省省省。以前呢，我就是绝对不搭捷运，只搭公车。怎么说呢？捷运不是已经很省了吗？你错了，公车只要12元啊，因为学生票，我都一定会吃两次。例如说一个泡面嘛，我吃了泡过一次之后，有残留一些酱，我就把它拎回去，下一餐加白的面。可以再吃一餐，它真的很省，这就是有点极端啦，就是以前的方法，现在呢有更新的理财方法啦。对，从以前到现在都差不多，每个月要意志非常坚定。假设我若一定要存2万块每个月。你的户头只能多不能少啊！知道很多人都会不小心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就花超过这样。了解。那怎么办呢？再赚回来。这是我的理财方法。真的是小资代表啦！我分享一下我现在的理财方式。例如说，我户头里面有5万块好了，当它变2万块的时候，我想说，不是。他现在只要低5万块呢，我怎么样呢？然后把它赚回来，赚赚赚，5万遍、8万遍、10万遍、15万，爽！开源王哎，对，赚的钱一定要比我花的钱还要多。你是控制存的钱，我是赚的钱一定要盖过我的开销。花很多你就要赚更多。没错，另外还有近年啊非常流行回馈，但是很多信用卡也有回馈啊。现在我在更酷更新的 app， 什么东西叫做波波送点 app， 波波送点。Oh my god， 新东西吗？从小资到贵妇都适用的哦，因为小资会去在意那个回馈嘛，其实贵妇也会在意耶，很在意那个回馈，因为那回馈就等于打折，买越多就是送越多回馈，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太浅了嘛。像是现在防疫期间，他们很多时候都在家里面躺着很无聊，开始干嘛呢？滑网购，没错，就是滑网购。这个 app 呢就可以让你在家躺着赚啦，躺着赚，哦，不是那个躺着赚，拍人，不是。波波送点 app 呢，它还可以跨通路集点，然后兑奖以及记账功能 all in one 哦。所以是不同平台也可以一次集点哦。哎，没错，像是你去通路的点数啊，或是你刷信用卡的回馈啊，以及我品牌送你的回馈，一次到位，三重赚，赚到爆哎！这种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啦，只要拿手机撒哦，撒。只要拿出你的手机扫发票，就可以轻松领取回馈哦，根本就是帮你的发票载具开外挂了。那他可以买什么东西啊？像是生活用品啊、清洁用品啊、美食或者保养品等等等的，破千样任挑任选。难怪我想说，今天准备这些东西、都是我们平常会买的，都是我爱吃的。是都在上面买得到吗？都买得到，好不好？其实不止这些，这些是我们平常会用的。还有这个超实用的生活用品，一次买齐。而且现在呢，只要完成下载并绑定载具，就送你超过2000购物金哦。超过2000，我现在就要去载。一点就等于1元哦，常态回馈最高还高达10%回馈呢，10%很多。有，你帮我换手机呀？哎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完成下载到官方粉丝页，还可以抽最新的 iPhone 13呢。iPhone 13，我要去抽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介绍的懒人必备理财妙招波波送点 app， 这样就可以买越多赚越多，然后再花更多钱。简直就是从你下载那一刻就开始赚取回馈，太划算了吧！让我们大家一起省钱，一起花钱，一起赚钱。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